猪皮香肠月饼一字牌开放在桌上，这是云林县日前稽查到来源不明的猪肉商品。29号检验结果出炉，其中一件含肉月饼被验出非洲猪瘟阳性反应，就担心来路不明，还有非洲猪瘟的肉制品混在养猪的厨余里，被猪只吃下肚。非洲猪瘟灾害应变中心也稽查了全台5875家养猪场，除了没有发现有人使用违法厨余，猪只也都很健康。而农委会公告，9月1号开始全台禁用厨余喂养猪只一个月，却让部分厨余养猪户反应吃不消。哎，这个不乱交，我无法处理。猪舍前摆放满满厨余桶，但是猪不能吃了，猪农无奈得自行处理。原本一只猪，即马一包饲料要几千块，即目前饲过两只，即马。这问题禁不掉，爱都无喷完，交完禁不掉，无完无无了。他说，农委会补助一头猪500元，根本不够饲料成本，会亏钱，干脆猪舍里40多只猪全都卖了，还比较保险。尽管有人抱怨，但大多猪农还是支持这项决策。要甲非洲猪瘟，撤除的话，吼。要让它没事的话就很难啦，进来很容易啦，要出去很困难啦。毕竟猪只一旦受到感染，当年口蹄疫的噩梦就会重演，损失更惨重。他们愿意少赚一点，度过这段非洲猪瘟拉警报的非常时期。 TVBS 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